建交62年来，中柬始终相互支持、相互帮助，结下牢不可破的铁杆友情。60多年来，莫尼内太后积极投身中柬友好事业，见证了新中国发展历程。 今天，这枚沉甸甸的友谊勋章，象征着中柬两国亲密无间的友好感情。中柬友谊万岁！